应该会比较舒服，比较自然，就是用伊利的动物，然后线比较多。我会比较喜欢喝洛神，会酸酸甜甜，但是比较不喜欢。有时候会有很多，然后有时候会相对比较少。希望这家店能开的时间越久越好，就是有这种想法，就是希望把它开成一种就是家啊，就是谁来了以后可以随意想干嘛干嘛。他一开始设计的时候，就本来打算画一个漫画，然后呢有一个主角是一只熊，然后叫波卡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配角，就是猫啊，一家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主角叫熊天森，然后就起了这么名字。老板他原本是扎根的那个动漫的社长。哦，然后他念好像那个名字，他那个就叫熊先生。然后他跟他太太就是都好像跟那个他是很爱动漫一起认识的嘛。然后就一起去北京，然后他老婆特别爱咖啡，然后反正这种文化什么都很喜欢，然后就很想开这么一家店。我觉得这就是最开始熊先生的契约，就是这样子。是这样，我觉得咖啡本身没问题，主要是你喝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不是说一种文化。它最终不还就是一杯饮料，就是它还是一杯饮料，还要喝以好喝为主。然后呢，你再去感受它背后的文化，因为它很就是历史很久，跟中国的茶是一样的，就是从时间上啊，包括每个地方的咖啡文化都不同。就是比如说你要先去就是喝一杯咖啡，去体会一杯咖啡文化，再去想它背后咖啡文化。嗯，太多。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意式咖啡做的还行的。意式咖啡呢，就是它是意大利做的，布伦斯，然后就是它跟其他的咖啡要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它以 espresso 为核心，就是那种东西，如果翻译成罗兰意式咖啡，翻译成中文叫做意式特浓，然后。那个吧，咖啡正常咖啡就是区别在于用气压萃出来的。它通过气压萃取出来，所以它会一般的重口，然后呢也会跟其他的味道会不太一样，就跟方法有关系。然后呢，意式意大利人喜欢加牛奶，然后喜欢咖啡和意式的味道。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咖啡中的准备的这种调皮干。当然个头是很大，因为就是熊头一样的，熊头一样的。我们也会有，后面也会有一些的像制作这种饼干的活动，或者是烘焙的一些教程课程。比较简单，它不特别多，但是有几样就会让你每次来都会想要点。比如说，培根蛋，然后其他的什么，还有就是冰的摩卡咖啡。可能我来的话，我基本上都是吃这些，没有太大的变动。真的不知道，我就是想来的时候就会过来。有时候是和朋友一起来吃，有时候是自己，时间也不一定。也许下班的时候觉得想过来，就会跟同事一起过来。如果说周末的话，就是自己逛着逛着就会过来。那你有没有不同？我说不上来，因为我去的咖啡店非常非常多，因为我很喜欢去那些比较放松、比较惬意的一些小店嘛。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感觉是大同小异吧，大同小异，因为它都在管控下，很下功夫，会让它布置的会有各种不同的格调，但是都会让客人非常喜欢嘛，所以客人还会经常喜欢来。